Hi. 诶，嗯，那些进来的同学，准备你们的啊、uh, 第五课啊，在那个阿玛梅德的同学，可能你们已经上过了后面这个 part，然后因为我要讲了第五页那边，你们呃、uh, 没关系，你们再听多一次啦，当做是一个复习好不好？

f r m five 的哎、欸、，from five 不 f r m two 的暴力吗？呃，第五面那个 nota 拿出来，其他同学也是一样啊。我相信你们这一份 nota 大家都有吧？等下我等一等啊，等人数到齐一点先，太少人了，才七个人吧了，现在。 嗯，呃，阿毛美的同学，瑞奇文尼还有 zion 啊！想问一下你们哦，你们那个姐姐谁家啦？Ara, 这一个 part，这个 b o b 啊，这一个三，这五个 e x p e c t 他都教完了吗？ 啊，讲完了吗？ 的同学，阿妈没的同学，这个 part 上完了吗？你们是上完了对不对？这个 aspect 米难按可数单难么来用哪个？对不对？啊，说呃，因为有一些同学呃，uh, 另外一边的同学啊，另外一节补习中心的同学，呃、uh,，我们刚刚才要进这一个 part，这个六这五个 aspect。 呃，说我们又要同一同一同一时间上同样的东西，说你们上过了同学啊，有听过了这个同学，你们再听多一次啦，哎，当做今天算是一个，呃，复习一下你们之前所学到的东西，哎，可以增加一下你们的你们的记忆啦。OK，哦、呃，好了，我现在我不再等了，我看一下人数，五十有十个人了。 OK，好，大家准备一下啊。呃，还有一个佩佩进来哦。给佩佩，一名刚进来的拿这个 Bob l i m a 一名啊，Bosco 佩佩啊，Bob l i m a 的第五页，翻开你们的 Nota 第五页，Expect 可格弥两岸可苏丹纳门有哪个？OK，我们会看呐、啊，这方这这几个方面呢、啊，啊、呃，他们那个毛脚黄草的辉煌。 在第一个是，呃，c h e r u b b e d g a n n 他们怎样去建立他们的王朝？然后马六甲成为这个呃、uh, 传播宗教，哎，阿伽 islam 的中心本 e n 兰是传播嘛？然后它也是一个啊、uh, 贸易中心，哎，Pusat b 然后我们怎么看它？它是个贸易中心，然后它怎么样去管理它的那个贸易 p e n g u 还有它的外交关系、胡不安哇，这五个 expect 科隔壁两岸。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啊，大家跟着我哈、啊。那些如果呃学过的，然后有一些字啊、华语字你们没有写上去的，你们可以写啦哈、啊。如果不明白，我这边已经写了很多一些一些你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字，然后它的华语意思在这里，所、so, 以你们可以可以把它写进去。 说、so, 第一个哈，aspect ke gemilangan 哈，empire yang r u a s o、okay? k 这个呃那个什么呃马六甲王朝，我们知道它的领土啊，或者是它的帝国啦、啊，都是很大的，OK，它的很大，它的它的帝国很大到哪里呢？我先看你这图画啊，给你们看哎呀呀呀呀呀，这边这个就是马六甲王朝的领土，你看马六甲在哪里？马六甲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州属，不好吗？ 对我们来讲，现在是不是这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你看它的领土，去到整个马来西亚半岛，还有哪里呢？这个是哪里？你们懂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印尼，印尼的苏马德拉岛，苏门答腊啦。苏门答腊的，你看这个它的东部沿海东部这一边，全部都是它的 i r 叶，它的领土啦。OK，so、okay, 它怎么样去？ 扩大它的领土呢？讲起去们罗斯卡它的 empire，这个我们在这一个 part 我们也要去看的。OK，那后啊，你看啊，So 他怎么样去怎么样去扩大他的领土？讲起扩大领土三个方式嘛？啊，各家要按 b e n o i empire 的 s u b p o r t 的ジャパイメント一，第一个，ペナルカン，ペナルカン我们也是要讲去占领啦，哎，或者是他去征服啊那个地方。 透过 gawin 呢，gawin 你懂了 gawin 嘛？gawin 是结婚嘛，就是透过联联姻啦，就是这个地方的王跟另外一个地方的公主，或这边的公主嫁给这边的王啊，马六甲的王啊，说他们的这个联姻的关系。还有另外叫第三个方式是透过 lawan，哎 l a 我们叫做庇护啦，保护。所以呢，这些呃，他他的领土呢，他的 empire 帝国呢。 不一定是他完全是派兵士去攻打,打打打打那个地方，他占领的咯，不是咯？有的地方有时候他真的是派兵去攻打，或者是有的地方他是透过结婚啊、呃、来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建立关系透过什么？透过庇护，像马六甲，他保护那个可能是啊、呃、，Perak 啊，他保护他，他保护他就变成了他的 Empire 其中一个咯，他保，当他当好像好像嗯。 那个加恩啊，加恩还要受到马六甲保护，所以加恩必须要承认我苏丹是为他们的端的，就是他们的王比较比他更大，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了马六甲的一个其中一个领土之一哦。啦，啊，这种三个方式，哎，所第一个方式我们看呢、啊，透过统治跟占领的方式，所、so, 他们要怎样呢？门加明克斯拉马丹为了要保证安全呢、啊？ 哎，为了 make sure 他们是安全的，跟他们是繁荣的，哎，继续繁荣那个是断奶没有那个，所以他才要去征服，去占领人家。为什么？你知道这很这很逻辑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当时的王啦，OK，你要确保你的国家是安全，然后不受到敌人的攻击，你当然是要征服你四周围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你有一天你是担心你四周围的国家。 都会来攻打你嘛？你因为、哎、你要发现到哇，你的国家这么富有，这么繁荣，人家都是有那个野心，想要去拥有你的国家嘛。所以这个时候，为了要确保这个马六甲的安全呢，马六甲还会选择马六甲王朝呢，他们选择去占领或是征服它四周围的地方啊。所以它占领的地方包括哪里呢？看这个什么南州，马来西亚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半岛哈，瓜拉尼伊、巴鲁瓦斯。Yi, 巴衡、t e r e n g a n u 还有那个克兰丹，那在在这边啊，我给你们看下图，下面这里啊，OK，包括了哪里啊？那个跨 u a l 咯，哎，领 i 是在差不多这里、啊，这个地方啦、啊。OK，然后 Berwasi 咯 b e r w a s 这里，然后巴衡咯 t e r e n g a n u 咯，还有克兰丹咯。 啊，这几个都是他们纳陆的，哎，拿陆就是他去征服这几个地方，走，他往上啦，往上上去，啊、呃，这个这征征服这些地方，然后高山打陆干的苏马德拉，苏马德拉岛这里的呢，包括了西亚，哎，这个地方，西亚，陆干，坎巴，还有那个卢巴，卢巴还没有写出来，这边给你啊，啊，没有写出来这边。 哎，okay, 这几个地方啊，都是他占领的。哎、啊，你靠，不要靠近马六甲嘛，你看四周围啊，马六甲四周围，哎、okay,，马马六甲四周围，它往这边全部都是他所征服的地方啦。哎、okay,，为了什么？为了要我们加兵去斯拉马但。哎、okay,，然后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将建立他们的王朝呢？透过婚姻啊，啊，所、so, 以蒙古国看胡本安不是哈巴蛋，yes，两个地方，ok，他们建立好关系呢，就透过像我的儿子啊，娶你的老，娶你的女儿喽，你女,女儿嫁给我的儿子喽，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巩固他们的友好关系，哎，巩固友好关系，然后蒙兀儿看胡本安去格罗格安哦。 哎，这个也是一样的，一个巩固友好关系，跟巩固他们的怎么讲家家人的关系，enggara 个案子家人关系，你你嫁给我的话，你的家人就是我的我的我的亲戚了嘛，是不是？So, Benarum, la kesmaingguat melalui perkahwinan Sultan Mansosha dengan Reden Galo Chandra Kirana Putri Macapahit，这个是一个 example，是一个 juan to 啦。 OK，马鲁贾他可以，他透过这个不干为难，来透过这个婚姻来去扩大他的影响力。他影响力去到哪里？去到那个马加巴黑啦，马加巴黑你都在那里吗？马加巴黑，马加巴黑是差不多在这里啊。OK，这个地方，OK 这个地方，说、so, 他他跟这个地方的那个公主结婚呐、啊，苏丹曼苏沙，他嫁给他这个 Reden Galo c h a n d a r Kiran 这个公主，哎，马加巴黑的公主，所、so, 以这个你们可以记起来，它是一个 example，一个众多咯。啊，众多不靠危难，为了能能帮助他们的 empire。然后第三种方式是透过劳安，劳安大家应该懂了哈，劳安叫庇护啊，就是保护的意思。哎、hey,，保护，因为马六甲当时很强大吗？哎，还很强大，它的军力很充足，然后它的军力也很强大。 所以他可以保护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当客人来印尼，等下苏格列勒看到吗？他们自愿的，苏格列勒是心甘情愿的。不拿翁的巴哇，可苏丹南马来又马拉因为为什么？除了他心甘情情愿的受到马六甲的保护，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也可以帮他们带动或者是发展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地方啦。因为马六甲当时是很繁荣吗？ 很强大的国家吗？在管制上、在经济上，然后在社会上都很进步、很发展的。所以这些国家呢，心甘情愿的把这个，呃，马六甲的苏丹呢，当做是他们的、他们的王啊，然后受到这个马六甲的保护。所以刚才讲苏格兰啦、葡萄牙啦、啊、林加啦、巴达尼还有哥大哎，这地这地方啊，林加、巴达尼。 还有各大一、二、三这三个地方啊，都是心甘情愿的受到马六甲的庇护，嗯、啊，保护咯。OK，然后来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讲在这个本本都干 e n a Empire 哈、啊，它建立王朝它的重要性。 哎，okay, 它的重要性，刚刚我们在这边已经有讲到几个重要性，因为是为了要他们的确保他们的安全呐、啊，对不对？安全有没有？啊，等下我们就讲到了这里。OK，说、so, 第一个哈，它的重要性是为了在这个经济上方面可以、okay, 扩大的我的领土对我的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第一个，它可以扩大我的，我的领土还有我的未来呀。 哎，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未来呀！啊，领土占领的地方跟我的领土呢。<coughs> 然后蒙古国湖旁岸等拉加大哎，okay? 当我去占领人家的话，我就可以跟他的当地的那个地方人建立更好的关系。哎、okay?，蒙古国还有讲呢，门叶盖啊，门叶盖我们叫做子。Okay? 子 o kwas s e r 马加巴黑跟帕赛，yes，当时哈，我跟你讲啊，还没有，还没没讲到西安，然后尤其是西安，像在哪里呢，西安就是我们现在的泰国，OK，泰国马加巴黑跟帕赛呢这几这三个地方哦，当时都是对马六甲虎视眈眈的，就是他们很想要得到马六甲。 OK，当我们我们这个 C M 呢，我们读 novel 呢，很多 novel 我们都会读到香跟马六甲的的战争，啊，所、so, 以他们一直想要得到马六甲，所、so, 以唯一办法就怎样呢？马六甲自己要变强大嘛，OK，所、so, 以他就占领这些地方，扩大他的影响力，为了要阻止外来对这一些地方哦的影响，啊，然后对马六甲的影响，那们一格崩阿罗。 在经济上方面，所以在他去占领人家、扩大他的领土的时候，哈，他的政治可能他的政治啊就比较稳定了咯，比较稳定。OK，然后第二个方式，第二个重要性是对他们的经济上的重要性。哎，menerima h a d i a a m a n s d u i dan b a n t u a tentaraan。Yes，这个什么意思呢？在经济上，我们扩大我们的领土。 就好像我们去，我们占领人家了，对不对？我们不拿肉干，我们征服人家，或者是我们去保护人家，我们会收什么呢？还尤尤其是我们保护人家，我们会收什么？收保护费嘛，对不对？你你这种 gangster gangster 阿龙啊，不是阿龙啊，这种那种啊，我想上那种啊 gangster 啦，大家懂是点声，你去，他们也去收保护费嘛，做一样的。 马六甲，他去占领人家，或者是他去保护人家，他就会收保护费。所以可能是几年，他们就会收到一一一份像那个贡品啊，贡品呢，可能是在他们会啊、呃、送金啊，送银啊，或者是送钱给这个苏丹，哎，送钱来表达他们的感谢，哎，马六甲保护他们，哎，他会给这礼物咯，或者是吼、哦。 我们也可以得到什么呢？满端可腾的拉岸。对，当我们像我们跟啊、呃，我们去联婚啊，for 我们讲透过婚姻，我们跟马加巴黑啊，我们跟马加贝建立关系了过后，我们是亲戚了吗？亲戚关系吗？说当马六甲发生什么战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板端的登陆岸，我们就会像啊，我们就可以像马小巴黑讲，马小巴黑，呃，我们受到围攻敌人的攻打攻击啦，你不可以，你可以不可以派兵士出来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好处咯啊，OK。然后，menara berkaran hasil p e r a n i a n r m a r a b 是什么意思呢？马六甲它也可以得到这一些原料。马六甲，你看啊，马六甲其实它是一个很小小的地方嘛。 可是它是一个很出名的港口，对不对？很出名的港口，所、so, 以为了要得到这一些原料，因为你这港口嘛，你要卖很多物品，卖很多货物嘛。马六甲都没有这么多货物啊，怎么办？所以呢，他去透过扩大他的领土，他可以摄取其他地方的原料。哎，这些原料包括了什么？我们看它这边有写的，像呃农业啦。 啊，哎，uh, yeah, 农业物品，这些香料，还有 B J D 嘛？B J D 嘛可以从哪里拿到？B J D 嘛我们可以从啊、uh, Para 这里吗？那个里神秘浪在这边拿到吗？s o 他可以在他的港口去售卖这些物品。所、so, 售卖这些物品的话，对他的经济有没有帮助？有帮助的话，他经济就会，他就会赚很多钱嘛。诶、okay?，然后门挖上一破大刚刚迪斯拉哪个？ 所以，它占、yes. so, 领了所有的这个地方。你看马六甲的苏丹，它很聪明，它占领了这边全部，对不对？你看啊，还有它占领了这个印尼的这个东啊东部啊，印尼的苏马德拉岛的东部。这个时候，这整片都是它的领土了，对不对？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这个斯拉姆拉格，斯拉马格，大家应该懂吧？斯拉马格我们叫做马六甲海峡。 啊，他占领了这个地方，证明了这一整片海都是属于马六甲的。这个马六甲海峡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你看到吗 m e n 一 a w a 刚刚 p e r d i s l a a yes，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 control，它可以掌管整个地方这一边的贸易，尤其是在马六甲啊。我们讲到吗？他这些呃、啊、外国人啊。 他们做生意啊，我看上面有没有个图啊？好像是有那个图，是不是？啊，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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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你看啊，等一下我再看上面有没有另外一个图给你们看。应该是这个啦。OK，你看啊，啊、哎、s o r r y 啊，这边啊，这是斯洛文啊哥吗？马六甲海峡吗？他占领了、哦、这个地方吗？就那些商人哦，他们从这一边的国家，像印度啊。 啊，uh, 西方国家哈，欧洲国家，他们都会要，他们会来到这里，因为他们要跟中国或者是东东啊，他们跟中国做生意嘛，中国在这里嘛，所、so, 以他们必须要经过那里，啊、经过我们这边哦，经过我们的 l 拉哪个，可、okay, 以才去到中国嘛，然后在这边呢，他也要停留那个 monsoon 嘛、啊，对不对？两个 monsoon 记得没有？ 因为大这边会很大风大浪，差不多四月十一月到四月，然后五月到十月这边很大风大浪，所以这个斯拉马格还比较平静，比较安全，所、so, 以很多商人呢都会选择经过这个马六甲海峡再去到其他的地方。可以说，当这些长船哦，他经他们要经过我们的斯拉马格的时候，这片海峡是属于我的哦。你想一下，我们走海味哈，那条海味我们经过海味，我们要给什么？ 我们给多，对不对？一样的道理，那个那些商那些商人呢、哦，他经过这个斯拉马哥，他们都要给什么？他就像过路费这样给多喽，啊，给多，说、so, 他可以抽就盖啊，你要过你要用我这条海可以，这这这这条海可以，你要给钱喽，喏，这样子的话，他可以帮助他的经济发展，哎，经济这边我们讲关于是他赚钱啦，啊，他经过了海给钱。 可以帮助我的经济，然后顺便的，他们要停留在我们的港口吗？对不对？因为要要避开那个气季候风吗？所以这样子的话，又可以带动我们的经济，然后发展我们的港口，还有我们的贸易不大人来，不打橄来哎，然后第三个第三个好处呢？啊，第三个好处是在社会上哎，social，social。 蒙阿斯孟阿西米拉西干，蒙阿、啊、西米拉西干，我们叫同化，或者是我们叫融入。给、okay? 融入当地的文化和其他的文化在一起。我们当地文化是我们是像马来人的文化啦，我们融入了其他的种族的文化，包括了像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还有其他地方的阿拉姆兰有的文化。 所以你看，我们来到马鲁甲，还是还是马来西亚，我们讲马来西亚就好了。我们马来西亚虽然是一个阿拉姆伯语的国家，可是我们还有其他国家的文化，是不是？像我们有印华人的文化吗？印度人文化吗？阿拉伯的文化啊，就是这样子啦。我们可以变成更加多元化去来听他讲了。m e m b e 多元化 yang b e r b a g a 所以我们就可以成建立更多的不同的民族了。 更多元化的民族。这是另外一个格本丁案。哦，最后一个格本丁案是什么？阿伽摩了，宗教关系。哎、okay?，你占领人家，你庇护人、保护人家的话，你可以帮助你去传播宗教，就扩大你的宗教啦。看到门多荣乌萨哈本尼巴兰阿伽摩以上。OK，所、so, 以什么众多呢？啊，我。 阿伽玛伊斯兰被带去哪里？带去巴哈拉、格兰丹、格兰丹。我看我们讲他是受到保护的嘛，是不是？他心甘情愿得到马六甲的保护，说、so, 可能作作为条交换条件呐、啊，可能是一个这样子啦。格兰丹必须要讲，必须要信奉回教咯，像 Para 啦、d e m o s u m a r 还有巴达尼这几个地方啊，uh, 他们就信奉的回教，所以它的呃重要性是 Islam 可以去到传播到这几个。 地方，哎，就是传比传播中较为啊、呃、为重要性啦，哎，这四个啊、呃、重要性的方面，OK，对、okay? 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这个，呃，Perbanduan、ok、Empire。 OK，然后我们看一下第第三个 point 啊，OK，这是它占领的地方啊，还有这边有讲到什么？呃，啊，你看这里有个 very info，因为它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吼、哦，马六甲王朝它是个很辉煌的时的一个王朝呢？Di bukti abad belas bahasa Melayu dijadikan sebagai lingga finger，lingga finger 是讲什么？通用语啊，通用语，哎，lingga finger。 马来文哦，在这个贸易中心然后是其他的地方哈、啊，都是一个通用语。去到那个这这些地方，你讲马来文，大家都懂，大家都明白。然后呃，外国人啊，那些外国商人啊，来到马来西亚，他们都会讲马来文，哦，所以它是一个零导零高了，就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够大，哎，人家才去学它的语言嘛。像像英国，像英国还有美国，他们影响力很大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英文，我们要讲英文的英语也是这样了。 然后当时在马六甲呢，啊，马六甲王朝呢，总共差不多有八十四个八十啊，里面都多干里面那个啊，八十四、八十四种语言呢、啊，都可以在马六甲这边你可以听到的。<coughs> OK，然后呃，在第三个 part 这边呢，你看，呃，我们讲到这个 empire 它的王朝。 他扩大他的王朝，所以他的领土很大，对不对？你看它是不是很大，很大，对不对？所以呢，他必须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构造，或是管理系统啦。就这个第三个 part，我们要讲到他怎么样去管理他的这个他它的领土，为他的 empire，这个叫 shudo b n daran，管理构造，或者我们讲管理系统也好啦。OK，这管理的整个构造呢？ 我们可以分成这三种的管理构造的方式，它怎么样去管理啦？OK，第一个是透过本达比然菩萨中央管理，OK，然后另外两个就是一个是本达比然高山牢安，就是他保护人家的那个地方，他怎样去管理它？跟另外一个是他占领了那个领土，他怎么样去保护它？这三个构造，我们看啊，第一个。 本大 n t 不 k e l a h a n pusat，okay，p e n t a 就是它的那个管制中心或是管理中心 p u 是中心嘛？如果是在马六甲的话了啊，我的管理中心在哪里呢？管理中心就是在伊达，哎，我这边我 A 加、哎、按错了哈、啊，这边改一下，不是伊达伊达那，伊斯塔那的，就是阿塞的，哎、okay,，阿塞的伊斯塔那。 就、so, 这个管理中心在哪里？就是在皇宫啊。Raja 不是马 m 不是马来，不是啊，宫宫廷的语言来的，就是给王的宫廷语言。不是嘛就是住的意思，睡觉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王宫、啊。那等办不是马来，Raja 就是在皇宫。很菩、so, 萨、哦、本达贝然，说本达贝然 Raja d i b a n u l e h 本菩萨菩萨，就是那个四个四大天王，还记得没有？我讲过的那个啊，本菩萨本达 Okay, 包括了德蒙公、马啊那个本达哈瑞，然后本达哈热，还有那个拉萨曼啊，对不对？那四个，说、so, 这四个人主要的本本是去帮助这个王去管理。哎、okay,，这本达比然菩萨呢、啊，在本达比然上，在马路甲的，然后给他们他们保护的地方呢，哎，保护的地方他们也有这个啊、呃、管制的系统嘛。哎、okay,，我们叫本达比然高山老岸。

所以那一边那个地方哈、啊，它的管理呢是由谁人去管理？就是当地的王咯，伯摩林达汉的一多伊奥嘞，伯摩林达汉的那里伯格纳安是由当地的王去继续管制那个地方。然后巴金达的帮助奥嘞，本巴萨，等巴丹。然后这边的这边的王呢是由这些当地的本巴萨去帮助他啦。OK，可是在布伊他。 比较 special 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讲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的王呢，他们蒙阿古蒙阿古易我们叫承认。可端难可苏丹南,南马拉尤，我个，也就是他承认那个马六甲王朝的主权。OK，可端难啊端你看到吗？端是主人的意思吗？但蒙喊到乌蒂乌蒂，我们叫贡品给马六甲。 所以、okay, so, 这边这个搞上脑安呢，他们所庇护的地方啊，他们是这边的王，他没有失去那个自主权，当地的王还有权利去管制他们的地方，可是他们必须要承认苏丹们那个成为他们的主人，我们这样讲他主人呢、啊，就是比他们更高一层、更高一级，所以为了要表示他们承认这个可断案，哎，对这个可苏丹那么有的可断案。 他们必须要给什么？给给公平咯，个公平就看我讲的，他们给人给金啊，给银啊，给这个比较低嘛啦啊，比较值钱的东西，当做是一个贡品给他。高山，这是高山老难。哎，然后另外一种呢叫高山加加汉，你被占领了过后，还有王吗？没有王了吗？所以当地的王是没有办法去管制他们自己的地方的。 所以必须要由苏丹嘛哪个，OK？他会派谁？他会派一些官员去统治或者是管理这个加瓦山丹加加汉。所以看本明大汉念的兰蒂欧嘞，苏丹嘛哪个？所、so, 以苏丹嘛哪个他会他会讲他会去呃呃啊呃选啊这当地的官员或者是当地的官员或者是从马六甲这官员派送过去这个地方去管理。 他们的领土占领的地方，那所征服的地方，这三种不同的首都咯，在马路角就是王苏丹姆拉格自己管制的，然后由本巴萨帮助，那后安置自己的地当地的地方的王去管制，然后达那贾贾汉是苏丹姆拉格派人去管制的，这个是他的不同的地方啦，他的首都本达贝拉。啊，所以这个是蛮简单的啦，这个派啊这边。

merupakan kerajaan terawal di Alam l a y u yang menerima pengaruh Islam。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在整个啊，阿拉姆拉尤啊，就我们讲到那些阿拉姆拉尤那些七个、七个、七个第七,七个国家嘛，对不对？当时啦啊，讲叫阿 a 姆拉尤，巴萨摩多拉巴山和普拉，他们是最早期、最早期、最早期接受伊斯兰的地方的。OK，, okay. 然后 p n g i s l a m a n e i n t a h m b a w a k e a d a p e n y e b a a Islam di Melaka。o、no, malu c a、no. 他们这个马六甲，呃，这个回教呢，怎么样从马六甲散播、传播出去呢？是因为当地的尔摩林达，就是我们的当地的王啊，他们接受了，啊、呃、他们信奉的回教，所以导致到回教传播到整片马六甲或其他的领土，是一样的道理吗？之前我们的王啊，在阿拉姆拉有些，是就像我们国家这边的我们全部都信奉佛啊佛教跟信徒教的吗？ 就导致到整个啊马来西亚半岛这边的全主要的宗教是佛教跟基督教，可是当当地的王呢，他们接受了阿伽玛伊斯兰，其他的地方就是身为子民啊，或者是身为本波萨，他们都会跟从他们的王的宗教，王信奉什么宗教，他们就会信奉什么宗教啊，所以一直到阿巴格里莫布拉斯马西奇。

伯玛林达就是王，信奉伊斯兰，透过婚姻咯，不干为难；透过这个宗教式的角色，乌拉玛跟穆巴利是宗教师啦，宗教师啦，我们讲宗教师，透过贸易，还有透过柏拉山瓜斯，这柏拉山瓜斯刚才我们读到的，透过他扩大它的领土，它可以把宗教带去它所占领的地方嘛。这五种方式，这个我们等下要讲的，这五种方式。 OK，so 啊，okay, so, uh, 这边剩下一分钟啊，来，我们我给你们休息一下下，OK，然后我们 disconnect，你们再转回来，哎、okay,，你们可以走动走动下，不然的话你们是听我讲，你们睡着了，因为又是早上这样早，Right？Yeah，、okay, 我们再转回来现在。